我相信很多人呢，看到自己的老公啊、男朋友就去外面打包东西回来的时候，脸上个口红印会怎么样？就是心里会很不爽。所以呢，我今天就是要用这个方法来污蔑他。什么？你刚才是去哪里？打包的东西啊。你确定你是打包东西？是什么东西？你妈。耶、yeah, ！我们即将在我们850000订阅的时候送出 iPhone 11 Pro Max， 而且是两台。你们只需要按赞、订阅和分享，还有留言在下面给我们，就有机会获得啦。如果你们要分享给你们的 IG， 就会有更高的几率得到手机啦。是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打铃。Thank you。现在步步跟豆豆呢有自己的 YouTube channel 啦，所以赶快去订阅他们吧。应该是过了一个50000，我们应该会上一个包的影片。好，今天呢就是达达没有在，然后呢我就用我的步步来代替达达的位置。啊、为什么靠我今天会一个人呢？没有错，又是到我一个人饿着的时期。现在在封国这个时期呢，真的是很闷呐、啊。这个整个家庭里面呢，只可以派一个人出去外面打包食物，所以呢我就派了达达出去外面打包。在达达现在出去打包这个期间呢，我就想到一个 idea， 我就是要来污蔑他。OK， 我要怎么污蔑他呢？我相信很多人呢，看到自己的老公啊、男朋友就去外面打包东西，或者去外面买东西回来的时候，脸上个口红印会怎么样？就是心里会很不爽，他一定是出轨了。所以呢，我今天就是要用这个方法来污蔑他，然后顺便来遏制他。好了。如果要看下去的话呢，记得先帮我们按赞、分享和订阅，还有打开小铃铛。就影视影片呢，你觉得第一个讲的怎么样？还会给他买架 iPhone 11 Pro Max。好啦，我们看下去吧 ，Let's go。OK， 现在呢就到了我的口红区。为什么我会要拿口红呢 ？OK， 现在这些呢口红呢，之前达达有拿我的很多口红来玩，所以你看。这边空了3支，我还会继续补货的。等解封过后呢，我就会出去购物。达达，你完蛋了的，我一定拿你的钱来买的，因为你拿我的口红来玩，玩到越来越少。好了，先不要多话，我现在要选哪一个口红呢？好了，既然是要打在达达的脸上，这样我就选便宜一点，而且这个颜色也很红。噔噔噔，这口红应该可以吧？好，现在呢，我们就拿这个口红去准备，我们看下去吧。Let's go。OK， 为什么我会要准备口红呢？你要污蔑达达的话呢，也是要有点证据在的嘛。所以呢，我就会在这边，在我的手掌上面画一个口红印。但是我觉得要直接快速的话，直接在嘴巴涂。OK， 然后呢，就轻在手上。如果打人的话，应该是这里会先碰到他的脸，所以我就轻在这边。有没有？然后呢？等一下呢？我就用这个直接狠狠的打达达的脸上，然后这口呢就会深深的印在他的脸上，那我就有的污蔑他了。好啦，现在呢，达达还在外面打包食物，所以呢，我快点赶紧时间把相机藏一藏呢，就等他回来吧。OK， 现在呢，我就找到新的地方藏相机了，因为我每次相机都放在那一边，然后达达一定知道说相机在那边，就肯定是有拍东西嘛，所以呢，我就藏在相机在窗口，不是，应该是窗帘后面，然后那个窗帘呢是盖着他的，达达是看不到，只有一个小小的孔而已，所以呢，现在呢，我们就快点坐这等达达回来。2000 years later。放多了没？外面。因为我们去外面打包吃了吗？这里的鸡扒。哇！这飞机。哇，好爽哎！还有。OK。哇，很多人哎，外面现在。我去拿一个杯。你在问你。什么？你刚才是去哪里？去打包的东西啊。你打包东西？你确定你是打包东西？是什么东西？你妈呢？你打包东西？怎么？你看一下，你是去外面找女生是吗？什么找女生？你看这是
应该。我哪里知道？什么事？这么没有口音啊、哦！你到底找谁？我哪里懂？我就是去打东西吧吗？如果我在外面有女人，我就看见你。表你一定是有去找别人。哎，我的妈！到底是哪一个把火？哇，你出门找女生，你回来也要闹作业吗？磨不干净，等着回来给我抓是吗？什么男人来啊你？那你用过嘞？怎么我会用过？口罩是你自己拿的，我会用过。哎，我只去打光细胞嘞。如果我在外面，你呢？我看见你啊，我要小心。你老大小我哪里懂哎？你有不要被卡密码的？啊！走开！我听你说这句话，你在无中生有，暗度陈仓。有本事就叫那个女生回来呀、啊！你这么你要跟我解释清楚哎！不想跟你讲话。这么不想跟我讲话，你那个是什么口音？是谁的？哎，真的很冤枉噻！我什么都没有做，怎么会有口音呢？我哪里知道你？不要无厘头了，真的。什么叫不要无厘头？你去外面找别的女生呢？你去外面找别的女生，你回来你再跟我讲话。没有，那可能去找别的女生，你傻子。小朋友，你是否有很多问号？我还以为我流呼吸有什么东西被你拍，不是，哎，真的嘞，你流呼吸很好看嘞。流呼吸有一点那种风格啊，没有事情做就来流呼吸一下。你会生气吗，老板？你要带？会，你要补偿。补偿。你要补偿。OK， 就趁你的拍影片，我有几句东西要跟观众讲。你要，就是、一些东西你讲，你有生气吗？等一下观众讲我没有脑袋，你跟大家。没有啦，没有生气啦，算了哦。会有。是接女朋友找的吗？找了这样女朋友没有办法喽。该我看回你，你就不要哭。对，我本来想拍一个影片跟观众讲一些我未来的计划，然后就你现在有肉啊，你现在有拍摄，我就跟观众讲一下。那你可以这样随随便便了你。不可以咩？你要拍什么？你都没有跟我讲过，快来展开你要拍什么。是 OK， 我想跟观众讲，就是这个疫情呢，你们就在家里好好待着，就看我们影片就好，然后还有保护自己啊的安慰。OK， 不废话多说，就是疫情后我打算做一个东西，就是粉丝福利的东西，就是我想拍之前我们拍过影片，就是拿到多少就送你多少，你可以看回放一下。OK， 你看我这回放是不是很兴奋？我现在想要挑选各地的粉丝来跟我们一起玩这个游戏，我送你们哦。然后我会挑选啊，所以你们在下面留言，然后还有做一些啊比较不同的挑战类型啊，就是在这疫情过后，所以希望你们期待我们未来的影片。Yeah， 所以就要重点要花很多钱的嘛，搬到多少送你多少哎。OK， 这个 idea 是我刚才在驾车的时候想到哦，就是想要回馈一下粉丝，像买零食啊买。买什么啊？给你们搬到多少就买多少，是不是很赞？是一个好耶！ Yeah， 希望你们他的储蓄来买给你们，所以你们尽量来报名。你们现在报名就是只是要留言在下方嘛，然后你们要求是要有订阅我们，还有留言在下方，这样子你们就有机会获得 iPhone 11 Pro， 还有机会获得就是搬到多少拿多少。哇，是不是很赞呢？嗯 ，OK 啦。如果你们喜欢看我打脸的话呢，记得帮我按下你分享，还有打开小铃铛，再见，我再见。
OK， 还有这些小情侣哦，不妨我们可以试一下像玲玲这样子，就是测探男友这样子扒一扒，玩点小情绪，因为当下的心情是，不好讲哎，这样子。你不要害人，你不要害人来吵架。你们可以可以拍张 TikTok 哎，其实。我是因为看你哦，平常没有什么生气，我才敢这样弄的。如果那种脾气暴躁男生就不大适合跟他们玩。真的，我跟你讲，会被打我不要害人家分手啊，你不要再害我啊。OK， 好，明日人来。拜拜，爱你们都可以。爱你们，拿到多少就送你多少。你们来留言说，达达刘胡须这样帅吗 ？man 吗？要那种放慢动作啊，嘉乐。无渣男。